画面。对，目前呢，我的另外一个 event 也在进行中，这个就地运动，好，快速的关掉。对，这次呢，就地运动是这样子的，就是邀请大家在这个疫情之下呢，在家就开始活动。那刚才那个场景呢，大概是四十几个人的活动，我参加了一个另外一个组织，大家也都是非常热情的邀请成员伙伴们在疫情之前呢，我们是到大安森林公园到这个中正纪念堂去一起运动。那我想说，在这疫情之下呢，大家可能受限于活动范围，那我们可以一起在家运动。所以我今天另外一个任务呢，是邀请大家，如果碰到我们就一起来活动身体。我们不必把运动这件事情想得太局限。那目前你看到这个 QR code 呢，是我写的一个 Line Chat Bar， 然后大家呢也可以扫这个 code 去我的一些活动、一些我的想法去做去做衔接。那我上面有一个 Google 表单呢，是邀请大家加入我的一个 Google 教室。这个教室呢，在做的事情就是刚才给大家看的，我即将就是邀请大家一起在视讯的一个世界一起来活动身体。今天也会有一些实验，包括我在 Gala 里面可能碰到朋友们，那我们就一起来活动身体。那下午呢，我也就是受邀可以有一些小分享，我们一起来可能几分钟的时间一起来探索自己的身体，一起活动身体。那这一样是一份共笔，欢迎大家去编辑它。那我一样有 Slido， 如果今天你对于这个专案有任何的想法呢，欢迎使用这个网址。啊，就地运动运动呢，在 GDMB 上面有一个共笔，那我有一个domain指向这个共笔，它目前的版本来到18。18的意思是18天，我从事了18天在家自我探索，不停的去试着让这样子的一个运动活动是觉得更接近自己的。不好意思，我可能个人自私一点，但是呢，我用这种方式来探索自己，然后也邀请大家来探索。好，那上面整个文件上面有许多资讯啊，那其实最终目的就是邀请大家一起来活动身体。所以呢，希望大家今天除了坐在电脑前面探索各种专案，各种无论是开张始祖 Ronnie 的资料专案，还有或者是 PTT 各种专案呢，也邀请大家，虽然耳机是有限的，但是你身体是可以不受这一些限制的。那持续的邀请大家，然后也一起来探索各种身体的可能性，然后也去在探索中有一些思考，然后享受拥有这个身体这一段时间。好，那我这边分享到这边，我们在9号房间可以进行更多的讨论，谢谢大家。